后背薄了，肚子也会小，体态会更好看，帮助你提升气质。后背肉肉多，穿什么衣服也不好看，教你一招让你背薄如纸。借用滚轴来练习，将手肘向两侧打开，随吸气滚动向远，呼气收回，反复20组呼吸，每天3组。再将滚轴放在胸骨下方，双臂伸直向远，停留之后再。有没有白天总是闷闷不乐，爱生闷气，晚上睡不着的现象呢？那就来练习它吧。最舒服的开肩方法，帮助减压助眠，拉伸腋下，舒缓心情，消除抑郁，改善圆肩驼背。每次停留1分钟，练完之后记得收肩哦。祝你一夜好眠，我是青青，早上9点，晚上8点，直播间教学，感谢你的关注。